同学看一下这个题目，那么欧洲地区农业集约度最高，它找最高的区域应该为下列何者？那回到图去看，数值比较大的是不是在集中在这个地方？这里170，对不对？最高到170，周围这边的都比较少。那这也是最高，这个地方这个区块来画别颜色，这一个区块比较偏什么哦？整个欧洲的西侧，所以叫做什么哦？应该选 C 选项的西欧。